是精灵球，不搞嘞 ，Ross
开始，有个一战突破，选择将不脱的黄子墨拉过来。喷火了，已经了。拍了，让别人两只。有点好看，不太行。好像看到游戏开始。没有啊，没有，这不是逼缸。不是，他不是逼缸啊，他是直接就用这次。没有，我找那个别人家，找一般的别人家。他只是才开最开始而已。选择找那个 SP 的那个商场。有对战突破，奇迹道具。有啊，好。捕获时间了。有机会。选择将不脱的宝可梦吧。